走吧。钟总好。钟总好，箱子给我吧。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。啊，肖路，林雨清。怎么了？我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小鹿，顾玉哥，啊，坐吧。哦。你跟老板很熟吗？老板？就刚扶你进来那个，钟真，钟总，公司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我听到保安叫他钟总，但我不知道是这么大的老板。所以，你们不熟？啊，是。之前还没来得及告别你就走了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我怕当面说就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顾一哥，你会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累赘，总是拖累你？嗨，你不要瞎想，分明是你照顾我比较多，所以以后啊不要这样了啊，不然我找谁去比赛攒钱啊？哎，怎么脸红了？谁脸红啊？你才脸红呢！没问题，你交给陈总吧。好的，陈总。陈总，我已经办理完入职了。你办完了？办好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真没什么事。我不是担心你。你这几天要用车是吧？没问题。修车的事我会跟进的，保证修好。我就是想问你脸上的红印儿怎么回事？哎，跟人事部的同事开了个小玩笑。你们认识？啊，是，之前认识，好久不见了。所以脸上多了个红印儿。就开了个小玩笑，主要怪我。稍微注意些吧，回头弄些正装。放心吧，老板。哎，兄弟，你这车打算快修啊，还是慢修啊？怎么个快慢法呀？你要是等原装的进口件呢，反正就是慢；你要是用国产件呢，我现在就能给你派人。马上就能修好，而且给你10%的回扣，啊！稳妥吗？你这？放心吧，兄弟。那你这配件质量？你放心，哎，你痛快，我也痛快，我保证给你用最好的，怎么样？那太好了。等一下啊！哎，记着，以后有事儿一定找我啊！你这操作我还头一次见。他们干这事儿干多了，不拿这钱他们反而不会干了。你就当为了快点修好车。别因为这点钱让别人知道
我身边有占便宜吃回扣的人。好吧。在附近给司机租个房子。这房子是给我租的。其实我一个人也没必要单独租个房子。其实我看公司尽头那个储物间挺好的。不用你出房租。不是那个意思，主要你这么对我吧，不怕公司传闲话说句就不好听啊。住公司是违反规定的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，出了事肯定不把你抖出来。那没事的话我先去收拾房间了。等等。送我的？哎，谢谢老板。顾一哥。嘘。你在储物间干嘛呢？我找点东西。你挡着我干嘛？里面藏什么了？你小点声，我临时住一下，你别给我暴露了啊。你住这儿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送你个礼物，恭喜你入职。谢谢啊。那个，谢谢你提醒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赶紧收拾一下了，给我保密啊。你是谁？是不是你把路由器碰了导致的断网？我在收拾点东西。你别挡路，我要进去看看路由器。网怎么断了？甄总，不知道呀。我说要进去看看是不是路由器的原因，结果他挡了不让我进。有接到断网通知吗？没有啊，如果区域断网肯定会提前通知的。那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别耽误事儿了。好。幸亏刚才藏得快，不然就被逮住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没想到我也有穿正装的时候啊。谁啊？是我。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那天你跟老板回来我就开始盯着你了，听说你入职想给你送个礼物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这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，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。你见到我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想说的吗？其实我还想问。想问什么？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？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。我要。我要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要。你要干嘛？这还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下班再说。你也知道这是公司啊，还敲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面有人啊。领带都被你抓住，我给你戴上看看好不好看。这衣服跟鞋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别人送的是吧？你到底要他怎么吵这么凶？陈总不是一直追沈总吗？这是刀啊，蹬鼻子上来再看看吧。你不给他们点警告以后更麻烦。我跟你说话你放手。放手。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？放手。你谁呀？你管我谁？你干嘛呢？我爱干嘛干嘛，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神经病吧你！瞅你那样吧你！保安，来啊，先尝尝我的螳螂拳。什么刀啊你？神经病吧你！来，我先动手了啊！我给你机会啊！来，你上，来，你上啊！我可上了啊！我啊！
我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看他刚才欺负你，我给他上了一课。还真有你的，当我司机委屈你了。给你当不委屈。少贫嘴，咱俩认真聊聊。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一段。啊，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，现在我就想赶紧把债还上，别的什么也不想。那要不我调你去市场部试试？啊，那太好了。不过我得先把你的车修好了再说。我的情况都说了，你呢？我的事儿你少打听。那刚才那个男的，我听同事说他在追你啊。对，他是在追我，他也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得到的只有更大的压力。哎呀，好想给自己放个假，回到过去有闲有暇。丹丫，嗯？啊，没事，我是说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现在公司没人了，带你玩个游戏。上来，看你感受感受。来，带你坐我的小敞篷，兜兜风。啊，还真有点那感觉。技术不错呀，当然了，还有更炫酷的呢。嘿，啊！顾一，你玩我是吧？哎哎哎！你玩我，你玩我是吧？没有，是吧？我陪你玩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诺。啥也没看见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很久没这么痛快了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你还有更好玩的。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待在公司，肯定没出去好好逛逛。偶尔也逛，但商场也没什么好逛的吧。走，我带你逛好玩的。干杯！干杯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！你说，喝酒喝酒！啊不！你又输了啊！我输了！快快快快快喝！石头剪刀布！哎呀，我输了！哎，我喝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你输了，你喝你喝啊！来，敢不敢投篮？什么？投的？走走走走。我手机没拿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帮你拿一下。哎，找你的。
不要了啊，不要了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。这不是我们公司正在装修的办公室吗？是啊，带你来体验体验我的生活。干什么呢？来帮忙啊。你得均匀点刷，这边先打个底啊。哎，你这样效率太低了，你得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顾逸，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。你现在经历的都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回忆，你应该珍惜眼前拥有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但愿吧。你呢？你可别说你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回忆啊。除工作之外，我逃过一次婚，这也算吗？逃婚？看不出来你这么优秀啊。准确的说也算不上逃婚吧，我只是没有接受对方的戒指罢了。钟声小姐，如果上天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你愿不愿意？啊，我错了，我这里把它扔了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行李打包好，跟我走。进来吧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家呀。你带我来你家做什么？你不是嫌房租贵吗？我家正好空了一间房，你可以住。住你家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别想多了，赶紧把门带上，进来吧。嗯，那好吧。陈总，这个司机送你回家，还送你进屋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以为你应该懂得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，你怎么跟他？你有话就直说。他能给你什么呀？是事业上能让你更上一层楼，还是能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呀？你现在的幼稚能换回来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公司现在转型的重要时刻，你玩归玩，别玩出火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接近忠贞什么目的你心里清楚，还用我提醒你吗？看到我俩的关系了吗？她是个有分寸的女人，喜欢跟谁在一起不用跟你交代。你走吧。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有多幼稚了。顾逸，有些事情我还没想明白，给我点时间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只是不想他来骚扰你。明天我出差，我已经跟市场部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你可以去锻炼一下，好好发挥你的能力。早点回来。早点休息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真诚市场部的顾逸，来，您这边请。谢谢啊。
你好。你好，您这边请。好的。谢谢。你好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经理，这是我的工作总结。你不是去市场部了吗？怎么回来当司机了？哎，业绩没达标啊。我住储藏间啦。啊，老板给我租了个房子。老板还给你找房子住？这不是接他上下班方便吗？那你这待遇也太好了吧？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？啊，这，刚才王姐找你来着。是吗？嘿，怎么还组队来的呀？组队？什么组队？啊，没事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爸现在也不要请我去参观一下？说不是组队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等我收拾好了，肯定要请啊！我先借水擦车了。哎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把他给晒死。就是。哎呦我去！顾一。好巧啊！我们就是过来参观一下你的新家。嗯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的？哦，我们路上遇到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他打起来的。啊啊啊！这不是真楼家吗？啊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那你看看你，脏衣服到处扔，我给你弄一下。哦，我也帮你整理一下。那我去做饭吧。我帮你。顾一，你在家吗？我回来了。林远清，你快藏到厨房里。香露，你藏到这个桌子下面。林远清，你快藏到厨房里。香露，我楼下。那你看看。哎，别生气，等等我去开门啊。钟真，顾毅。我想清楚了。哎，你想清楚什么了？出差的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终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顾毅，是你，是你带给我了新生活，真正的生活，而不是被工作填满的所谓的生活。嗯，你回来怎么不通知我去接你啊？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。相比之下，公司钱都不重要了。顾毅，我喜欢你。甄总，怎么回事？反正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，你们应该都认识，我也就不需要再介绍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送送他们吧。是不早了，你也不用操心我们会赖在这儿。顾毅，反正你到哪儿都是借住，要么去我那儿住吧。顾毅，你要是不愿意去月清姐那儿，去我那儿也是可以的。我这。